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，从中方及很多国家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不符。在7月16日，世卫组织成员国通报会上，中国和不少国家已经就此阐述了主张和看法。我们对当前个别国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感到担忧。 希望世卫组织秉持科学、专业、客观精神，同国际社会一道，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，共同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逆流，共同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。